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距离上一次的角色成长记录已经隔了近八个月了。这八个月来，我的成长真的是蛮多的。那这一部影片就是来分享一下2021年第一次的角色成长记录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装备的部分。装备其实我第一页是没什么成长了 ，OK。但是我目前来讲的话，我的斗篷有加7抗斗跟加7保斗，我如果换上保斗的话，我的魔防会低于100，但是我的物防可以到176，那如果再搭配特罗斯啊或雪怪，我就可以直接180以上，但那个舍弃的属性真的太多了，所以说我不打算这样做，所以我目前这样子穿的装备是我比较常使用的一个设定这样子。饰品的部分我啊，除了这个手环新的以外，其他的我也都没有成长，然后目前一样是卡在这个史奈普防御戒指，一个是加4，一个是加3受祝福，上不去加5啊，加5有加攻速哦，双阶就加10%，很猛啊，很猛啊。那接下来就看一下最左下角的手环，我一开始这个手环是活动制作得到的白金手环，就是近距离命中加1的那个手环，防晒转狂战，那花100钻变成防御手环。接下来是这个三周年的手环组合包，1300钻一包，那我点到了加4光之防御手环，所以目前来讲的话，我的手环部分应该是不会再去花蓝钻或者是刻意去那个提升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印章跟符石，符石的话如果之后骑士改版跟韩版一样也有送符石的话，那我会尝试点点看，我可能不会塞卡池。那印章的话一样是双加4受祝福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能力值的部分，我能力值一样都是点力量到50，包含属性装备就到50就好，然后敏捷剩下全部灌敏捷啊。可以看到我目前的伤害其实有点退步的，因为八个月前是拿加7二单嘛，但是我点爆两次了，一样都只有加7而已，对啊，所以说我目前是拿加9锁破或者是加8黑焰。减伤的部分是从10变成18，那万能药的部分我目前来讲的话是喝了3罐哈佛，然后进伤2罐，物理防御1罐，接下来也会朝着物理防御来做分配，如果我这一支升级跟狂刃升级的话还可以再喝一罐这样子。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收藏品的部分，收藏品的部分基本上一样是 65% 啦，然后没什么进步这样子。那我这一次是有把活动的这个海贼凭证的过一过二给拿到，就可以装逼一个月啊，装逼一个月。然后一样是在追求这个神官系列的，八个月前神官塞2个，八个月后多一个而已，真的是运气不太好啦。然后我也多了一个欧西里斯的571，就是这个远近命中加1这个卡池，我也要拿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我的纹样的部分，纹样的部分我伊娃、帕拉格里欧、马普勒、沙哈、格兰肯基本上都没动到，因海萨的部分则是变成6-8，那目前再差 一次强化我就可以到9阶的话就可以防御负一、魔防加1。好，那我目前是688个点数啊，下一次要1920，这个就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上一些 CP 值不错，然后我又负担得起的礼包，有机会。变身的部分，我在2020年12月18号成功的获得了这个紫变地狱死亡骑士。那红变的部分从原本的10只变成14只。那娃娃的部分呢则是多了一只巴克修。那多了这只巴克修的话就是可以完全取代我原本在用的骑士范德。守护星的部分，我的宙斯运气比较不好，我大概是花了5颗吧，然后是2阶。然后阿顿的部分花了2颗要保底1阶了，但是我现在目前没有第3颗出来啊，所以说可能之后有机会，比如怪物图鉴啊，我可能拿到守护石，我可能就会来做这一阶的阿顿第1阶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我未来的规划，其中第一个就是我的娃娃制作硬币，现在目前是538,000，那我抽到70,000之后就可以换独眼巨人，伤害减免加1，然后敏捷加1 ，HP 加70的卡池。然后我的名誉金币接下来就是冲200,000紫回嘛，虽然说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就是一步一脚印哦。然后我的变身制作硬币，我目前还在想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有50几万了，我如果再跟我上一次一样，两只天上骑士再加上警卫弓、警卫矛的话，还可以再合一次紫。对，但是我已经有紫变了，我还需要再合一次紫吗？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那我有可能会把这个变身制作硬币给弄上去换阿斯泰尔，看看能不能拿到卡池。虽然说我目前还没有宙斯法王，可能那些啦。那装备的部分的话，一来就是把我的白绿装啊，过三的白绿装，把它换成过四的。其实过四现在的白绿装都还蛮便宜的，而且我有些白绿装都是非科的，我可以卖掉，然后可能就是以更便宜的价格来买进来这样子。然后接着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戒指嘛，对，戒指就是看能不能加五这样子。好，那服饰的部分就看看能不能加一，之后如果有再送的话，然后娃娃的部分我就是尽量的有四蓝，我就是凑上去拼吸血鬼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角色成长记录啦。哦，天堂 M 已经玩了3年了，这3年来哦，我每一阵子都会出成长记录，那我会把历年的成长记录附在影片下方的留言那边。OK，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、心得、情报的话，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。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，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 M 的朋友们。然后，如果你有用 LINE 群的话，也欢迎扫描加入我的社群。我小 P，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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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